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邱夏明，今天我们要介绍颜色叫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邱夏明，我今天要玩这个，妈妈先等一下，我们。等一下，大家好，我叫邱夏明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这个，就是一刚开始它本身本来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慢慢把这个变成这样，变成车子，然后它能转过来这样撸。它有一个拉把手，还有一个东西。在这里面把这个替换的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就是它的三种形，这个使用方法，把这个弄进去，然后把那个拆开，就是把它放上去，然后这样子。要玩的时候，先把它插进去，插到后面，然后再握着它。然后再拉起来，然后把它撸，然后它转的时候就会长这样子。好了，要转的时候就长这样，要转的时候就长这样子，这样弄进去，手拉好，数3、2、1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不用按，还没好。它这样子，我之前我在吃奶一样的，我有用过，还没有停哦。就是这一只。它是甩鞭子的，就是它甩，它就是它，这次我想给你们看，就把这个往这边推，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这样子，都这样子看咯。
可以这样子，另外一个也是一样。就是这样子，这个也一样，这样子合起来，这样子撸撸撸撸撸，也可以这样子，这个也可以这样。就在洗的时候想这样握住他的头，把这个弄过去，这样这样站，说三二一，战斗开始。就是他们同时玩的时候能这样子，好吧。